马吉路烤鸡话表示不 Q 不好吃哦。请大家看，你拿这个呢？内馅到外皮都是熟。他用便当盒装，他用便当盒装。我以为打开会有什么三菜一汤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之前在宜兰吃过一个真的，我自己很喜欢的，就是我很喜欢的马吉。我就是说没吃过我们的。我喜欢老板正经话，老板很有信心哦。我们先，而且我刚看到只有换一个口味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有没有口味，对不对？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你是来外带的吗？还是来看我们的？来看你的，来看你们的。看我还是看他？看你。我不录了。你要支持一下你鱼哥啊！我认识你了。成功，成功了！终于没人把我认成你鱼哥了。谢谢你们。他们家马吉很厉害，是？对呀。真的假的？你们很常来买吗？吃多久？是啊，吃很久。他们开多久，我们就吃多久啦。就一个口味呢？吃那么多年，就很好吃。啊，吃过就回不去了。入口即。确定马吉路口即化是不好吃的，我要怀疑一下哦。马吉路口即化表示不 Q 不好吃哦。你拿来看，你拿这个呢？内馅到外皮都是熟。他用便当盒装，他用便当盒装。我以为打开会有什么三菜一汤的吗？其实我刚走进来的时候想说，我们不是放过饭的吗？为什么还要放便当在那边？然后我刚看制作人老婆又拿着一盒在那说，你们要不要？我说不要，我刚吃过饭。不是啊，是马吉啦。来，外马吉地对。底家外马脊柱背后，耶耶耶耶！动作一重啊，对不起啊，一哥，分量真的很多了啊。哦，我懂了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一拿起来，不是先摸到皮，是摸到内馅，哦，超多。我刚刚想歪了，对不起。你又想歪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要把这个直接买断这个吗？我们换铝棒。我懂姐姐刚刚说什么入口即化，因为它的马吉的皮是不是那种我们比较印象中很 Q 的那一种？你如果口感讲比较糯的那一种，而且它是比较薄的，对，所以这皮很薄，我喜欢那个口感。每一家哈马吉这种小吃，每一家的配方都不一样的。那因为我觉得这一家它是真的给你的是有没有看到？满满的内馅，就是那种喜欢吃馅料，尤其是喜欢吃这个芝麻的人，我觉得他很爱这个。因为吃进去里面是完全很芝麻的香气，而且重点是没有很甜。对，它甜度很好。而且它芝麻是有大小粒的。你好，你好。你要买一盒，要加30才能买哦。我看我要。开玩笑。一盒多少钱？130。谢谢。我不是说加30啊，我说130的意思。来，钱给我就好。他喜欢再常来哦。好，喜欢再常来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钱，怎么了吗？我想说你在忙，先帮你保管啊，老板。谢谢。OK， 只有卖一个口味，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，没得选，就表示对这个产品是很有信心。就是。专一的做好一个口味，所以我刚刚有点被老板 diss， 我也心甘情愿。老板说那是你没吃过我们家的，对，而且老板的下巴这样顶起来了，那是你没吃过我们家的。大概刚刚是这样的情绪啊。所以我在那边深深跟老板说，对不起，老板真的没吃过。我们还是吃宜兰那家好。多好吃啊！但我喜欢这一家的，对啊，吃这么多年马吉，我喜欢这一家。对啊。Thank you.